今天的片头是我大太阳的时候手机拍的，没有虚化也挺好，就是全部都清晰的，花全开的时候也挺好。我后面的背景就是前面的那个片头啊。然后给大家今天看看我的一些扦插的苗啊，它的状态。上一期节目当中啊，株切我也找到了，像这颗扦插的上面标签是乔拉丁，应该不对的啊，这个应该是粉色的多头。多头就买鲜切花的时候也是买的那种一串一串的鲜切花，要不然不会这样啊。乔拉丁也是这种奶白色，夏天的话，但是它是单头啊。乔拉丁剪掉还是那这种换过盆的，啊，带病斑哈，还没恢复呢，剪掉之后还没有萌发出来。那给大家看看，那这个是那个去年分盆分出来的红色微月啊，超市的。哎，这个红还挺开了很久了，这么热的天啊，反正形会好起来的啊。大家都不要着急，这种种啊，我去年下半年开始种的嘛，冬天的时候超市买的，我太太，那分盆到现在是这个状态，这波修剪好，下一波会行就会不错了。像这种前面得病了还没萌发不要紧，反正水肥间性好的，阳光好的就会好起来的。然后这颗也是，哎呀，扦插的啊，这根杆子一看就是扦插的，开了三朵了。这个是紫色的，买的时候好像是紫色的，现在开出来，夏天有点粉粉的，啊，还挺持久的。那这个就是种的相对久一点的，一个玫红色的微月，啊，马上开了，然后就是这盆开了。这个分盆都当时一起的，这两株是大小差不多是吧，就一起的，说明是啊，这个型就看起来很不错了啊。这玫红色很棒，我有想法到时候嫁接棒棒糖啊。然后这个嘛，这个是扦插苗啊，这个扦插苗很壮啊，开的不知名，反正昨天的视频也出现过。然后昨天的视频我说这个是不是朱丽叶，应该是不是啊，我也觉得应该不是，朱丽叶我有，因为我说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朱丽叶，是还这么大啊，找到了，才这么点啊，嫩芽起来了，扦插的啊，可以换盆了到时候啊。然后还有那个很漂亮的要给大家隆重推荐的是什么呢，今天给大家看了几颗丑苗啊，那这个就漂亮了是吧，像牡丹雍容华贵，关键是夏天还能开这么大，然后它是一个微月，它叫海神王阳台啊，海神王阳台这夏天能开这么大，太吓人了，大到什么程度，我给大家看看它和古董怀表的对比好吧，看这是古董怀表的下花，这是海神王阳台粉色的是啊，古董怀表其实夏天还挺包的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感觉小了一点，但是花型颜色我觉得都还挺美的，春天的时候它就太大，然后太垂，直接垂下来了。然后海神王阳台春天大的也是吓人，就是说它夏天这样子春天更吓人。然后今年春天没怎么看到，是因为灰霉病，他会得灰霉病啊，当然也不怪他，今年是特殊的我们知道啊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个我自己嫁接的这个棒棒糖啊，这个杆子是那个珍珠门的杆子，冬天修剪下来的啊，也不算冬天，就早春的时候算是冬剪啊，但是实际上操作是早春。然后这朵，这朵花大家相信是什么什么吗，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超市红色小微月啊，结果在它身上居然开这么小，
但没关系啊，这种是粗花了，粗花，你看这个花苞就大很多，打开了肯定比这朵会大一点，啊，所以现在刚刚开始啊，它形啊不好，包括那个花有点畸形啊，大家要给它时间哦。这种花，像毕竟这种从小开始自己扦插、刚刚分盆的，那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啊。看这个拇指姑娘，啊，不一样的，也是珍珠门的杆子自己扦插的拇指姑娘，啊，也是两个小花苞，啊，春天开过一朵，这是第二波，我就掐了，然后就第二波开始了，我也是让它打开的哦，开春天开了一朵打开的。拇指姑娘的母本是这样子的，拇指姑娘的母本型现在是比较好啊。你开的更多了，挺可爱的，可爱，挺可爱的。它的花有点像蓝月石。对对对，它迷你的蓝月石，它的花是真的小，所以这个花，你看它和海神湾阳台比，是不是？不过这种反正小也有小的美了，啊，就是花期短了一点，花期太短，啊。我已经没缺水的情况，看看能不能成播，几乎已经快成播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看另外几个。然后绣球我扦插活的给大家看看啊，开了。这个就冬天修剪的时候我太太随便插的。这个当时好像这两个盆插了个什么，我记得我插了个牡丹还芍药啊，反正当时插死的一些花吧，什么都试了一下，啊，羊菊梗也试了一下，然后这个绣球活了，啊，很简单，土反正就不要肥，然后随便一插，然后摆呢，绣球会比月季简单很多，因为它本身喜阴嘛，你就反正放在遮阳通风处就行了。月季这个东西你全遮死了还不行，是吧？遮阳太厉害，月季还不长根。但绣球没关系，绣球来放里面一点，遮阳彻底一点没关系啊。那我这个地方反正是月季绣球都摆一起，那这些月季其实已经长根了，其实我是没时间弄，我不应该放在这里的，我应该拿出来的。然后哎，玛格丽特活的啊，玛格丽特啊，然后我当时嫁接的羊菊梗我记得还活了一个的哦，找到了，这个应该是放这么里面，哎，从那个冬天插到现在是这么一点紫色羊菊梗，但活了去了啊，冒芽了，拿到外面一点，这个土呢，别看黑黑的，这个都是沙土加，你看这种泥，沙泥加上那个叶糠为主，反正不要太肥啊，扦插就是要放。也不要太晒，不能太晒，不要太晒，放这里吧，往这里吧。哦，我一直放在这个遮阳网下面，这个遮阳网下面就略微阳光透下来一点。然后现在我觉得可以，已经可以拿出来了，花苞都出来了。这个嫁接的那个视频啊，哇，我做的好用心的，结果其实没什么流量。但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大家觉得嫁接这个活啊太高难度了，所以反而看的人不多。拿个剪刀，那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，大家不相信可以看看，这个是嫁接出来的效果。还是热了以后嫁接。对，一般来说冬天你如果现在是澳洲啊，去不管是扦插还是嫁接都是最好的时机。啊，不说成功率100%嘛，但是你看我是多个芽头去弄的，这个芽头就死掉了，这个我就觉得它很独特，这么弯下来的，我就在这里做的嫁接。但是呢，这个杆子出问题了，你看它这个杆子它自己都死掉了，感觉，那所以它不是芽点的问题，是这根杆子太老化了。那到时候我拿个大一点的剪刀，这个直接剪掉，啊，直接剪掉就行了，没有成功的这个芽点。然后我看看这个我把塑料袋摘了啊，当时还有一个技术细节，我说里面水蒸气是不用怕的，
但是要挡一下，要把平时浇的水给挡住啊，雨水挡住啊。哇，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嫁接点？这个头啊，看，只有这个是活的，没长起来啊，还活了一个头啊。那还得给它包。可能还有希望啊，先包回去吧，先包回去吧。我觉得可能是，你看他们那个绿绿的那个杆，活力足的，它长得快啊。嗯。这里两个品种啊，一个是薰衣草门廊，一个是果子阳台。这个是活了，这个明显和刚才那个红的是两个品种啊。具体哪个芽点是哪个品种我已经分不清楚了。来看这个地，这个芽点还活着，没黑掉啊，长得慢，这个几个芽点。那我不管了，已经活了这两个芽点就够了，够了啊。有三个芽点是绝对活了，然后有一二三四四个芽点还有待观察啊。这个就是一个夏天的嫁接效果。那么这个塑料袋我给它拿掉了，这个芽点可能活，反正随它，死掉了我就这里截掉整个啊。因为作为一个灌服来说啊，这个芽点你看它很壮啊，这么多花苞，不用担心的，它的分支会好的啊，根壮你的芽苗就壮。刚才那个棍子的棒棒糖，小棍子的棒棒糖，是因为它就是个杆子，它没有根的，它是上段下段，所以慢那个啊。这个是带根的裸根苗，相当于啊，看着我挖出来的，我挖出来的那个视频也拍过的啊。所以我这个还是放回到这里，那我放的位置也有讲究啊，遮阳网，然后早上西晒都没有，正午正到遮阳网下面，躲在这里啊，浇水也是伺候好的，然后水肥我已经开始给了，今天反正就给大家看了我所有的那个，应该是所有的比较新奇的小玩意儿啊，然后反正整波的奥利维亚，啊。昨天我给大家看了那个我复花的后面背景墙的那些，我专门介绍了啊，那么今天就不介绍了。好，没看过昨天的视频呢，可以看一下昨天那期视频，嫁接的那个视频放到本期节目的结尾，好吧。